主料：面粉500克，猪肉末500克，猪皮冻200克，香菇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糖、味精、酱油、香油、姜、胡椒粉、黄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香菇切末，皮冻切末，姜切末，将猪肉末加水分次加入，搅打状限制上劲，水肉融合，撒少许姜末和肉皮冻，盐、酱油、味精、黄酒、糖、香油拌匀，制成馅料。面粉加冷水和成面团，浸15分钟，揉它成团搓成条。夏季擀成面包底略厚的皮子，包入馅料，捏成包子，上浓油旺火蒸约8分钟，见包子呈绿色，底部沾手即熟。烹饪技巧：四番话。一、面皮要底厚四周薄。二、不要蒸过火，一定不能超过8分钟，否则会皮破流出汁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